Багровый свет, каждый чем-то прогрет. Музыка разбивает нас под фильтром сигарет. В каждом есть моя фишка, каждый танцует броско. Просто не делай тише, кричали отголоски. Вечер моя новелла.非常好，四个很好，小曼，走，小曼，请快来，小曼，快。
对，走，哎。生死一片挑战，速度慢了，不对，蹬腿的速度慢了，蹬腿整体的速度慢，到了发一点蹬腿速度快，再来一个，快一点。一人帮助固定，并且抖动绳子，另一个人用自己最强的控制能力去控制住杠铃，控制住绳子，也是在保持你在控制杠铃的时候呢，拉铃会更加容易一些。抖动的幅度呢，尽量要大一些，然后让受力的运动员呢，可以在抖动中不停地去稳定你的小肌肉。视频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背部肌肉得到了很强的就是要需要用很多的力，需要用你用肩胛的力量。这个练习的时候呢，一定记住不能用你的二头肌的力量啊，一定要用你的背部的力量和你的肩胛肌的力量，还有背阔肌的力量。很多小肌肉，这也是我们推杠铃和平时的简单举杠铃的动作所练不到的一些肌肉。
可以上楼。加油加油，一二打开，三四五北灯，六七下慢，八个九个走来，走，看见没有？